就是那时候只是找一些球迷，能打到什么场上的，有别打到哪里去沾哪里，啊，一掌，全有他是推推。到境界，不管我会看过去的话，不管自己程度，我都会努力，我就打，想不到我，你懂吗？所以你们不要去打，到处去打，不会说哎呀完全不对，对吧？跑不到，哪里可能？还是不对。Oh!